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誓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使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摄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飘，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断断坏而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丑卸枷锁，剪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皆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事畅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的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素质德本，众人爱敬。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布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进行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否？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力。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有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是云何？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地势身得度者，即现地势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猴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行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不畏极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集结仅众珠宝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而作誓言，忍者受此法师珍宝璎珞。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忍者，明我等故受此璎珞。二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悯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猴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璎珞。即时观世音菩萨悯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璎珞，分作二份，一份奉释迦牟尼佛，一份奉多宝佛塔。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二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世尊，遥相距。
重温的，佛子何意愿？名为观世音，具足了相尊，即达无尽。见识誓言不空过，能灭诸妖苦。青海里坠落大火坑，面壁观音里火坑变成池，破漂流巨海龙鱼出归难，面壁观音里波浪不能过，三须弥峰为人所推过，面壁观音观世音今生，云浮那尊容，能
二时，持地菩萨即从坐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世人功德不少。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观世音菩萨。